今天关键最后一趴纹样，身为一个纹样教科书，我今天的目标是把这个纹样洗到半圈以上。不只要半圈，我还要半圈再凸过去，我要第六阶，因为第六阶加二命中二攻击，我要定了。决战亚丁灯塔，纹样教科书。然后我们要变我们刚刚得到的变身，看起来很厉害，很有知识的假文青宙斯。可以吧？这样可以吧？你们觉得今天有机会上15阶以上吗？有机会吗？有没有六次机会？因为我六张重置卷，六次机会让他上15。够。那这个我建议要洗，还是要真的要洗这个几率？你要把这个，你重点不是要洗三满趴，你是要把一洗越低越好，洗到比初始值还要更低。那这就可以了，因为刚刚62.5，我洗到61.4，它有30。这个第一阶其实可以洗到30啊，我洗看看，我记得它可以洗到60啊，我记得它是可以洗到60，可是几率很低。61，刚刚那个其实已经很好了，61已经蛮不错的，61其实你看很好了，这次可以洗到30。哦，这可以，61.2，5.5 ，OK， 那这样我就洗这个。而洗是一个手段，但并不是100%，那希望它可以给我。好，这就没有了，可惜。那没关系，我们第二个继续洗，就慢慢洗。如果你不是点数几十万可以让它满圈的，那你就是慢慢玩就好了。我要洗到63、62可以，这就可以了。OK， go， 3次，好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有6次机会。我们干3次3次是几个意思啊？这个66.7可以，66.7可以。你只要洗到比基础值低2%就 OK 了。工程师，我现在在做教育示范，你给我这样子，我以后拿什么颜面再去教观众，再去教我的粉丝啊？你今天这样对我，我明明就是用风险值最低的方法去搞这个纹样的，你这样子叫我以后怎么当纹样教科书啊？我问你嘛，我的土纹样怎么来的？我的土纹样就是这样洗出来的，没道理啊！我们不要紧，我们只是先抱怨一下，有时候工程师就是偷偷看台啊。就是靠背他一下，你看刚刚那很好，为什么把它洗掉？刚刚那个69.3很好啊，我才第一洗，你们就在笑了吗？等一下我洗到后面，换我在上面笑你们。他完全打乱了我的节奏，你知道吗？欸，我今天准备这么多节目，没有一个是在时间线上的，完全没有一个是照剧本走，到底为何？他是不是叫我退坑？就继续这样子啊？好啊，我无所谓啊，退坑啊。那前田够黑了，我比他还黑，千万不要有。跟你们展示的是什么叫江湖都市传说？都市传说99重阳节9次9，就在这边9次9。我们今天这样子还敢点到赞吗？今天这一趴跟上面那一趴跟上上面那一趴，你们还想要点到赞吗？你们忍心吗？你们还不点个订阅点个赞？你们不要觉得好笑啊！这个情况啊，多发生个几次啊，你们就看不到我了，我受不了，我心脏受不了，花钱这样子被打脸的，啊，花钱这样被打脸的，我实在是不能接受。走，有吗？我们还没结束，有6张卷，工程师，你有种，6张，让我洗不回82，你试看看，有本事，让我6张回不来。我们不要放弃，我们洗到底，搞不好后面跳三完美，直接毕业。搞不好他掉2次3，搞不好2次3哦。
双十节快乐！我们要纪念这一刻，我特别准备了一个 special 给你们看，来看一下，我们来纪念双十节快乐！来，双十节准备，双十节跑马灯 ，Go！ 哇，完美，完美啊，好像啊，哇塞，好欧洲啊，双十节！你们知道我准备这个弹幕，原本是他妈要核子变的时候耍的。结果你先让我在这一趴耍这个弹幕，好棒棒！啊啊！我没有机会十一啦，想看我光棍节啊？下一次吧，这次没办法。我刚刚说的就是说真的，我没有跟你们开玩笑，不是说我在乱洗什么，我真的在洗。62.5，你要把它洗到比60，你要把它洗到60左右是最好，洗到60左右，我们就洗到60，不要管23，你不要管23，除非它跳100%，不然你就不要理它，把它当垃圾。这边除非是100%，不然就不要屌他。我们坚持下去，做人就是要坚持。你直接点5个是完全毫无技巧可言，零技术 ，zero。我是分析台，分析台讲究的是数据、精准、技术，这才叫分析嘛。那我们现在继续写，这可以。啊靠腰要60。多一趴，跳三，哦，你看有机会哦，这一趴13要无心平常心，好67可以了，33趴，三分之一的机会，有没有机会跳2跟3呢？哦，2，好，可以，目前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，可以70.9，可以，这我觉得可以，30趴。三分之一，37啊，应该会到这边。我觉得这个点完应该会在这边，会在这边。Go， 哎呀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够了，够了。有没有？你只要把一洗低，23就会变高。有没有？5、11、5、11，保底10、15了。可是我不想要10、15，我觉得我想要18，希望能够给我跳3，拜托。哎呀，可以。哎呀，72。啊，还有3次机会，希望能够到这边的。我想要到第六阶，我真的很想要第六阶。求你了，工程师，求你！跳二，跳三，跳起来！拜托，拜托！吧，洗吧！好啦，我们今天 KPS 达到了吧？我们满半圈啦。虽然我刚刚夸下狂语说一定要加18，但是我们还是要见好就收。好啦，满半圈，这样就好了。不要强求，一切顺其自然，不要勉强他，也不要去打阻碍他。今天完全没有任何 CP 值啊！我觉得今天好像唯一的体验就是我多了一个纹样，好像变强了。唯一的体验啊，其他零 CP 可言，零 CP 值，我的合成也死，那个抽装也死，还有什么都死了，纸片也死，基本上我没有一个是活的，为什么这样子、啊？大家好，我是丁丁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帮我点个订阅，点个喜欢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们下次再会喽，拜拜。